功夫解药关，但评价却多是差评，这老六做着肯定在搞的事情，又是固定之物且白给偏多。看橘就来困困，还好有坚果。丢气功僵尸，稳住四路气功，加一炮过去，三乘三范围内僵尸别想活。拿来吧你，个鬼！这什么情况啊？他不去修了过了？ Oh no！ 还没吐槽完，气功僵又来了。一开，大力去缓冲一下。我丢！人见人狠的火把僵尸，我的坚果真就这样没。干嘛，坤坤？你干嘛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不，打他！喜欢我的话，小链支持我一下吧。